各位同学好，我的名字叫王小弟。2014年台湾国际儿童影展，的开幕片是我拍的，叫《剪刀石头布》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小手布，小手布。剪刀石头布是说一个小学生在交朋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左右为难、无法抉择的状况。可是既然是小朋友的为难，我们就想说不要由大人来做结论。所以很想请你来看片，你来想象这个结局，来投稿。那如果被公共电视选到的话，你的结局会被专业团队来拍摄，然后在这里制作完成。赶快来参加哦！知道朋友快犯错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欢迎写下你的结局，剪刀石头布等你来创作。详情请上台湾国际儿童影展官网。